们去的就是八层楼的大创。哎、欸，真的很扯哎、欸。在台湾的大创呢，几乎全部通通是均一价，可是呢，在韩国的大创呢，基本上是它可以从20几块到台币200块，东西通通都有。可是呢，它里头呢，主要卖的东西其实跟台湾非常的不一样， 对，各式各样，而且他们每一季都会推出那种很可爱的一些小东西，对，比方像什么笔记本啊、铅笔啊、杯子、盘子，通通都有。我觉得就是留学生去了一趟大创，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一般的大创基本上都大概就只有2-3层楼，可是呢，就在明洞这边的大创，它一共8层楼，所以呢，今天就大家一起去逛明洞大创吧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最大啦，但8层楼真的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太到。走吧。这太可爱了吧！好便宜啊！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超便宜啊！哎、欸，我才离开韩国3个礼拜，怎么就变这样了？好凶啊！买这个，买这个挂在胸前，超虚的，超迷的。哇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抽奖了，这个抽奖送大家，好不好？就这个，这支影片就送大家这个。那两个。好，这个啊，这个比较像男的。抽奖送大家。抽奖送大家。抽奖送大家。然后呢，带大家看他们就是最新推出的小夫子的一些这个很红是吗？啊、这个是蛮红的，这个2000块，超便宜，超级便宜。哇！我觉得在这边买厨具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，因为它价格便宜，然后又可以找到很可爱的。就是你就是用完就把它放着，你也不会心痛，对，而且又好看，然后我带回台湾，这种人超可爱，60块。然后就我们很多语学堂同学就会故意买这种杯子，然后去学校装水。啊，我们在大创买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衣架，满满的衣架。一般撑不起韩国的大衣，或者是那种羽绒。这是阿肥的袜子，好便宜哦。还有这个阿肥的这个杯子。这种可以擦。他那个明信片超可爱的。明信片，哦对啊。好阿肥，好阿肥动片。阿肥。这感觉可以当树莓。还有这个小小兵，刚才除了看到那个海绵宝宝用的小小兵，而且就是超多袜子，一双都才28块。超便宜。环球影城根本就是坑人家钱，真的。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系列。哎、欸，这个什么好厉害？刷具，他之前有做那种鱼的，哎、欸，它全部是紫色的，紫色控。紫蘑兰系列。紫色控啊，这边应该会疯掉，而且你看，它连这种粉都是紫色的，超狂的紫色控。紫色粉都很猛。必来。这个化妆包是蛮美的，这个是今年的春天很夯的那个花花的，对，那时候大家都在抱。这个我有买，这个我有买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两年都缺货，然后你看它这个袜子超可爱的，小时候系列之前也有红，啊，上面有那个你的东西。啊，草莓系列。对啊，对啊。这边就是今年的秋天最夯的东西。雏菊系列。雏菊系列大家都在抢。这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个蛮可爱的。这个我想买耶。买吧。而且你看它跟我的指甲一样，有没有跟到流行的感觉？
这个蛮可爱的。抹布吗？都是抹布。好像可以买耶，真的还蛮可爱的。哦，这个可爱。这我要买，而且它有五个，我要买。这个切形象刚好啊。安妞，我们刚才已经买完一整袋了，因为真的太好买了，33,100，大约33,000啦，因为100块是塑胶袋，33,000台币不到1,000块，超多的，超多东西，我买了很多国家袋子。看一下。然后还有零食啊，然后还有那种是最近很有名的小雏菊贴纸等等之类的，反正我买超多的。回去开箱，开箱给你们看。好，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这支影片点个喜欢。那如果还没有订阅 YouTube 频道的呢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呢也可以去 follow 米露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抽奖。然后呢，这支影片呢会有抽奖的活动，我会送出这个摩尔家的这个袋子，超可爱的吧？怎么抽？留言。怎么抽？看资讯栏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记得发我们的评论，那下期再见吧。